公元前1323年，年仅18岁的图坦哈蒙法老去世了。他的死因有说是因其父母是兄妹近亲结婚导致的先天遗传缺陷，也有根据其断裂的肋骨判断似乎是战车撞击的。他的死似乎是突然的，因为他的墓葬相对于他的地位是很小的，开凿一个法老王级的墓葬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直至2022年，通过复杂的材料科学分析才揭示，图坦哈蒙法老的随葬物品是将为他人准备的物品改换了标示而使用的。此举是为了保证从死亡到入葬相隔70天的宗教习俗不得已的做法。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心病逝了，她被埋在其家族墓地，所以躲过了对亡灵的大规模盗掘，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殷商时期所信奉的祖先上帝似乎有绝对索取一切的权利，甚至是后代的王后。武丁曾为妇好的疾病占卜，是哪一位先祖要娶妇好而降下了灾祸。占卜的结果是一个叫做贾威的先祖要娶妇好，这也许是商王武丁在先祖的要求下为自己的夫人妇好配了冥婚。这可以反映出殷商时期祖先信仰下王权的绝对权威。尚书中商王盘庚迁都时对贵族们的讲话通篇都是借祖先信仰的孔吓，没有上对下的劝慰。相比较，图坦哈蒙法老墓中的诅咒则是对破坏墓葬的人的惩罚。法老被认为是太阳之子，他们信仰的是阿蒙神，也就是太阳神。他们认为世间存在一种秩序，被他们称作马阿特。世界是按照秩序运行的，所以法老永远是法老，未来会复活。他们就是在这种理念下建立了政治统治伦理。而殷商则是以祖先护佑下王权的绝对权威作为统治伦理，因为缺少自然的道德逻辑，所以就必然用大量的杀伐来维持。伐字在甲骨文中就是持戈或钺，砍杀人的意象。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带有妇好铭文的大铜钺，而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甲骨文中有妇好曾主持过伐祭的记载，也就是砍杀人进行祭祀。商王武丁还曾占卜过妇好肩部的伤病，大概是挥斧钺砍杀受的伤。在妇好墓中发现有殉葬的人16个，青年男性4人，女性2人，儿童2人，其余8人均为残缺的肢体，其中至少有一人被砍头，一人被腰斩。商代对死去的祖先祭祀时还要进行人祭。妇好墓的祭祀坑中就发现有穿着打扮漂亮的儿童13人，这是对女人的特殊祭品吧。在图坦哈蒙法老墓中，因制作木乃伊的高成本以及复活是法老的特权，所以没有殉葬的习俗。法老墓的陪葬品中最著名的是金面具与光果，那硕大的果实附以金碧辉煌的文字，其散发出的肃穆威严的气氛使人感知这绝非凡间之物。要知道，这是匆忙下葬的18岁法老的陵墓，比其他法老的陵墓要小得多，但却不乏温馨的事物。陪葬品中表现法老夫妻恩爱的画面是帝王们的墓葬中少见的情景。而商代的青铜器中流行的饕餮纹则是威严恐怖的形象。饕餮是贪婪无厌的猛兽，它有无限索取的威权。在妇好墓中没有人物的形象，只有化身饕餮的王权威严的展示。
由甲骨文和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出的真实形象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差别甚大，这是由于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将古代典籍都已灭迹。司马迁说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也就是说商代开国商汤以下的事迹都是采自儒家经典尚书和诗经，可见其史料的欠缺。看过殷墟日常嗜杀的祭祀之后，再看司马迁殷本纪力透纸背，可看出武丁如何利用商代的人际来维系其统治。武丁的所谓贤臣足己告诉武丁，上天认为天下百姓应该以义为其始终的德行，而所谓义就是百姓对王权的绝对服从，百姓不服就要经常性的举行对祖先的祭祀，用杀戮的人祭告诉百姓顺服。后世脱胎出儒家亲族孝道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基础，从此陷入了与世界本源无关的人治逻辑，而古埃及的马阿特，也就是世界的秩序，不自觉地把人引向了探求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这一根本问题。这是后世人们探求科学、道德伦理和社会法学的源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字面上的解释是对祖先永远的祭祀，这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的方式。在远古时期，地界不明晰，统治者需要通过祭祀强化其统治权力。在后世，祀发展成所有统一思想的行为，俨然转化成了文化的控制手段。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使国家人群构成已不是殷商时期简单的血统族群就能概括的。祀这个字在殷商时期是伴随着杀戮的行为，那时国家的大型祭祀活动都充斥着血腥，筑城邑、建设宫室、祭葬祖先都伴随着大量的人祭。妇好墓那被人祭的13个孩童，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对同类的后代有天然的爱护心理。那个脑壳被砍去了后半部壮年人的挣扎，似乎是观赏性的虐杀，即使在动物的种群中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人类已经开始用文化包装自己的自私，这文化牵扯着丝丝缕缕的血肉在甲骨上、青铜器上、在文字里。人类对同类死亡的丧葬行为说明已开始对未来有了思考，这是文明的肇始。对死去的人的留恋折射出一个社会族群的观念。